这个铁路轨道现在在改装，改建成这个电气有轨电车，准备从这个老区一直开到明天我们要起飞的机场那样啊，准备改装成这样。这个呢就是马特劳港，那一排排的红砖瓦房呢，当年都是仿英国港口作为粮仓来用的，所以百年后呢，港口改建，它古老的红砖的外观保留，内部呢都进行了现代化的改造，所以下面呢是高档饮食街，上面呢是办公室，所以改造后的红房子呢焕发出另外一种光彩来了。从这条马路开始算呢哈，左手边呢是被这个联邦警察管辖的，右手边呢这个红房子一过，他们是被海防联警管辖的哈，所以这个右手边也是被称作是马代劳新港社区。那我们也是可以看一看对面就是新区，这边就是老区，等一下我们是饭后再集体走一下女人桥旧的社区到新的社区的过渡桥。